各位乡亲，各位胡老兄弟姊妹，小姐太太，大家好，赶紧赶紧挖过来，挖过来。人讲人最会的水，三色人讲五色话，五色话。有人爱看于天，无啦，有人爱看，我爱冰冰秀，有人爱看人老，人老。是，今日要来讲一个故事，故事，这个故事。是咱四大民间内底一个传说的一个故事，一个传说的故事，什么故事？一个故事叫做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啊。空砍，你梁山伯祝英台，什么叫空砍？有块暗棍啊，搞抬落安尼去啊！哈哈，我嘛不是空砍哦。你安尼吼，一开始你要搞抬落，哎，咱这梁山伯祝英台吼，哎呦，鸳鸯蝴蝶梦，偌柔美呢。是啊，这个故事足侪人来演过啊。是哩。咱讲这个故事，简单甲大家说说明一下。好。这个祝英台，因为伊要去求学，吼，伊求学的同时，老爸无答应，妈妈嘛无答应，所以祝英台就女扮男装，哎，结果去求学。在求海中间去拄到咱的梁山伯，哎呀，是哩！各位新来的观众朋友，我就是演祝英台呀。我即马咧怀疑你是白冰冰的哦。拍摄啊，我是冰冰二号。冰冰二号，哎呦！所以讲落去求海了后，拄到咱的这个梁山伯，嘿，结果两个因为无法度结交的一个暗爱情。所以比一个悲伤的故事啊，悲伤的故事啊，是哩。所以咱现在马上就来要来演出了，要来演出。来，好，来收看咱的梁山伯祝英台。哎呦，你哪搞阮带来这个所在啦？这个所在来暗蒙蒙，望到佫足足侪足侪。阮像阮生做吼，这呢危险。你哪搞阮带来这个所在啦？你是咧创啥啦？哎呦！我讲人心嘛，你讲你生做危险，敢无影？你敢有讲唔对伊？我甲你讲吼，那像你生啊即摆吼，人看人惊，鬼看鬼惊，我敢若逐天看到你吼，落来去庙会受惊啦。哎呦！你搞阮讲做安尼，阮一个查某囡仔搞阮讲做安尼，啊无你今仔是带阮来遮创啥啦？哎呦，唔是啦。我今仔带你来吃哦，是因为吼，迄个三票甲英台哦，因两个最近哦，拢招伫这个所在哦，讲咧补习啦。补习，嗯，有这类代志。啊，那是真正咧补习，啊是咧做夜间部的同学。哎呦，那也安尼啦。唔知啊哦，啊两个今仔来做一下古仔，古仔，跟踪一下，看卖啊咧。安尼真刺激哦。嗯，但是边看这个时间，因两个应该要到位啊，较对。要到位来看哦，要到位。那人也未来呀。哎，什么呢？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就是祝英台。哎，我用这男人身后混入这间补习班，大刚跟我的山伯兄朝夕相处。干嘛就尬耶？但是伊拢无法甲我是女人生呢，唔知影要安那才好。唉，我只好逐天来甲伊清教功课，希望伊当发现我是女人生。奇怪，宿舍已经要点名，为什么三伯兄还没来啊？各位，我自我介绍。我姓刘名三撇，三撇姓刘就是我，我就是阿麦拖病啊。总共一句，我就是刘三撇。哎呀，讲着奇奇着怪，我甲英台熟识已经有三年了，大概在读册的时阵，我拢感觉怪怪嘞。哎，伊真无简单，今日佫甲我约会呢，讲要叫我来车，要补习这个课程，啊，我嘛想袂到。这个英台，包伊唔少，就在这个所在，嘿，风高野外，一般若讲要读册，就爱去图书馆，啊，无就凉亭，啊，无就，哎呦，啊，搁放啊规大堆，啊，这，
那要伫咧家啦。三票香，三票香，三票香。这是什么怪声？这是三票香，是我啦。你看好清楚，我是英台。对，卡路地就是人，啊，你就徛伫遐，叫用啥物惊人呢？无啦，因为顶届我那英文老师唔是有教我一个单字吗？我袂记住呢。啊，英台啊，这就不是吼，讲我三遍，你讲大声话，其实啊，咱谈汉文。啊！你若讲到英文哦，是我上在行的哦。哦，安尼，三票兄，我问你，顶个老师讲迄 transgender， 迄什么意思啊？我袂记起。你阁讲一遍。transgender 是啥物人去用 gender？ 啥物 gender？ transgender。讲这个 gender 我听无意思，其实我感觉即句都啊无学着啦。哎呀，恁两个伫遐花几波，简直个 transgender 什么意思嘛？唔知影。无你敢知？你是有咧读书啊？无咧读书哩？有啦，我有读，不过即句特别着跳过人过无读。公主啊，你拢无咧读册呢？真的呢？有啦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人诶哦，叫做跨性别啦。跨性别啦。跨性别。等下，我着小可戆，啊，不是啊。头脑无法度变巧，什么叫做跨性别？啊，跨性别哦，就是男中扮作女中，哦，啊，女中扮作男中，哎呦，安尼啦，啊，我好算呢，哦，我唔捌算过，唔捌听过，敢那真趣味吼，哎呀，真好算啊，哦，啊，那是安尼扮来扮去，啊，这真少看到，像有法度安尼先啊。啊！我知呀，我知。你优秀不低呀，你个别人变装，我唔知。是。啊，那阮小姐的变装像咩？你小姐？恁小姐？恁以前当时有小姐？哎呀，那有小姐？咱拢大姐，唔是拢大大。无大姐啦，不是较好姐啦。较好姐。系啊，恁的小姐伫倒位？无啦。你卖介绍阮熟悉一个。伊无伫家啦，伊无伫家啦。我知啦，我甲你讲，我即马想到呢。啊，其实上呢，你也拄仔咧讲男扮女，女扮男来讲，啊，内底我有熟悉一个吼，叫陈梦贤哦，迄百万网红的哦，迄内底外高的，你知吗？对呀，啊，迄个身材够歹呢，歹几啊歹呢。迄种人啊，出来咧个个个人咧唱歌呢，迄个真正是不输鬼。哎，咱读册人唔好讲这款话，但是你也知，人讲生缘要生水啦，啊，生水无缘上揭开，伊就有人缘的，我就爱看伊的呢。真的哦，好，我甲你讲，公主啊，阿麦讲伊闲啊话啊，因为吼，安尼个射箭啊，迄教官哦，伊念咪哦，都要来点名啦。好，真的吗？阿边啦，安来紧来等咯。没等，公主。你讲伊小怪怪吼，真奇怪，那行路煞这类型的。哎呦，嘿啊，那真晓安尼吼。哎，阿你直接我真歹甲伊讲话。阿无，你慢来走好了，小姐，我来去咯。拜拜。这个嘛，足奇怪呢。英台，我那看到因两个拢举止行动，甲以前拢无同款呢。三票，安怎？你看详细，看详细。嗯，我看。安那？看详细。水。哈？安那啦？你为什么？我有看。讨厌呢。小等你啦，你行好，小等你。哎呦，奇怪！因都在讲跨性别，啊，大家行路拢怪怪。嗯，人生行路啊安尼，啊，迄个树去行路啊安尼，啊，英台行路嘛安尼。
即马边啊拢无人来，我即马吼，跟学看麦，伊讲叫做长流行，阿帮学看麦啊，啊你也无甲我拍破啊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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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搁会金卡呢，这叫做金卡啦。好生动！啊，你袂奇怪吗？我感觉足奇怪。究竟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否终成眷属，还是有缘无分？我们下回见分晓。